听对无？来听垃圾哦。啊，垃圾的使用量就足多，唱片就足需要的。这个时阵，叶俊麟老师、洪一峰老师，因伫咧战后，才发展这么啊多好听的台语歌来给大家听啦。也毋过你讲，咱的创作的量，日本时代有一波啦。台语歌谣的开始是1983年，吼、哦，这乌鸦飞啦、望春风啦、白牡丹，迄拢日本时代的歌。也毋过战争甲这个。趋势甲拍断了后，即老咱台湾的经济是拖，大家也知哦，社会人知影，14000块换一块的时代，迄经济歹呢，也过也有一个经济起飞开始了后，工厂开始有了后，工人需要听这个歌来消透，洪一峰啊，也祝你老师因在创作吼，就大家，互大家拢足需要的，啊无够，拿一本歌来斗。吼、哦，叶俊麟老师总是知影讲咱台湾的耳孔爱听啥物款日本歌，伊就去建，啊写词，填落去变咱台湾的歌谣。迄虽然是日本调，也毋过是有咱台湾的心魂伫咧内底，吼、哦，咱的灵魂伫咧内底啦，也是变咱台湾歌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叶俊麟老师伊创作真济，伊嘛感觉讲，除了用日本曲，除了创作了后，台湾本来的民谣就足尔啊好听。咱的民谣内底，咱若无甲伊记录起来，咱若无甲伊录作唱片，无甲伊录作曲盘，安尼会拍算去就无去啊。所以即阵人，叶俊麟啦、吴振怀啦、柯照啦，吼，因拢甲遮个捡起来，啊，甲伊编作曲盘。啊，这条歌要来介绍这条歌，安东哥买菜，香港一个人。老福祖先生，老福祖咱叫做民谣歌王，老福祖吼，老福祖伊唱这条歌了后，就大红大紫啦。那像咱拄只长征兄哥黄西电，老福祖就是安东哥买菜，那个捧起来。叶俊麟老师，咱咧讲伊是专业作词家，绝对是专业的人，就当做专业的工课。伊写这款歌吼，吼老福祖来唱，啊，就大红大紫。咱今麦咧欣赏的是安东哥买菜，也唔过同款是咱家人。咱家人无同款的安东哥，你来听看卖啊无？好，一定爱听。咱的破声甲拍较大声嘞。家人的安东哥对当出来啦，来哦，安东哥买菜。安东哥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嘉嘞。来哦来哦，破声拍嘞。我来啊，我来啊。东阿姨哟，咱东哥阿罗，我双脚行入到菜市，搁开嘴叫一声头家，喂，目睭搁擦擦咪，啊，东边看过来，西边搁看过去，啊，举一目，哎呦，看一记。迄个肥猪肉，肥滋滋，迄个送你个红鸡鸡，我安东开嘴就问起，一路一斤是要偌济钱？迄个太弟阿兄，就因伊肥了一斤五角二，迄个送你一斤搁6块四哦。哎呦，太贵了，起价啊！安东哥。安东哥阿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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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
去哦。哦，来去哦。恁大家来，给我请，我今仔买足多物件啊。板凳，板凳，板凳啦。长啊，买长啊吼，来真正是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买来买，阿东哥买长啊，来来来，阿东哥等下板凳哈，好谢谢，等下拢来吼，小等下回去啊哈，来，干将，素兰小姐，哎呀，这样买着长啊嘞，古锥的吼，古锥的素兰小姐，咱家人在地的素兰小姐，咱伫咧庙前，以前嘛是安尼哈。古早时代来看戏，就是爱甲你搬椅头啊来嘛。今仔日实在是我那真轰动，大家坐无够的吼，甲你搬椅头啊，更来斗安尼哦，愈有迄个庙埕的气氛。再感谢文化局啊，来咱先感谢文化局副局长李副局长，对对对对，来，甲咱下一个手嘞，好好，李副长姐姐。